我要再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有。顺便跟大家教学一下，这非常重要。我把乐剑设定完以后，对，我有直接有一个用好的设定了。你看，惯用。我靠！我配置没了。你以前的角色设定没了是不是。哎，我惯用右脚的标准配置怎么不见了？我等一下我要重新设定一下。你好专业哦，还有用脚的。对啊，我有一个惯用右脚的标准配置啊。OK OK 可以，不愧是行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要设定一下。职业的脚玩家。会不会有惯用左脚的标准配置啊？我要设定一个新的。然后差别在工兵。然后还有什么要改？我想一下。应该只有这个要改，好像其他不用改了。欸，我忘记了，我记得惯用右脚的标准配置里面还要改什么东西啊？右脚。真的太专业。然后我的飞马不做，所以飞马没有乐见。然后什么是行？你要完成这样，我也是无话可说。百生虫也没有乐见，这个东西也不做。然后什么东西不做？我想你能用的除了狗、蟑螂，我想想什么东西不做？妈妈，还能用什么？好，哦，其他都可以，其他都还算可以玩，啊，其他都还算可以玩，啊，我觉得百生虫好像还可以玩啊，算了，可是百生虫反正我平常生百生虫就没有在乐，哎，欸，有了，我在乐见，算了，百生虫不要了，太难控了，来吧，你准备好跟我的脚对打了吗？来啊。然后把那个边框移动的那个速度调慢，是不是很暴雪？如果办一个用脚的比赛，搞不好你真的有机会成为世界冠军呢，欸，有机会哦，搞不好的机会哦，是吧？不知道这个保险有没有支付，我应该去帮我脚做个保险。来，建立大地。啊，哦，进来的这么快，肯定的。好，先暖个脚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看来你是没有被脚虐过，啊。真的没被脚虐过。我在想，右脚应该是不需要垫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你需要更多王城。裤管要拉高。更多王城。我等一下穿短裤给你打，我如果输的话，我就穿换短裤，就面对我的完全体了。没办法啊，这个牛仔裤很卡膝盖，你知道吗？
我缴黄金一啊。干我盖错东西，我操！哎呦，亏爆喽！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B B 不知道有没有在观战，我没有，没在观战，应该没有。你，我在，我碰到一个，我现在打天梯啊，我好难过。我等一下就去看。我想要把我，我刚才被打击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又看你实况。你知道我想要让真正有天分的人学习。你的脚技是不是？对。还是说你这辈子是不可能的？应该是不可能。我觉得我的极限就到这了。我有先天性的劣势。靠！你的部队遭受攻击。我的脚步肥大，正中。所以是肥胖，肥胖症吗？对，我是肥脚症。人家是心室肥大。对，我是脚那个拇指，脚拇指肥大。哦 ，Oh my god！ 金矿不足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我靠，何必这样？有必要这样吗？金矿有杀到吗？我没注意到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他活着、哦。有杀到，有杀到，那好好的，干最好是我杀，不要诬赖哦，乱讲话。嘿，高手级的报仇好了，摆脱新的挑战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孵化更多王城。Oh my god！ 快生产更多王城。Oh my god！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能量不足，需要更多能量。你是虫族没有虫胎就不行那样做，他们也没有很 OP 嘛。这个脚好销魂啊！怎样？你恋爱了吗？我想把它剁掉。你是不是恋爱了？我想把它剁掉，然后带回家收藏。我有个建议啊，你要不要牵我的脚？啊？小白，你牵你的脚是不是？小白，你要。考虑牵我脚，搞不好未来是个明日之星。能量不足，需要更多能量。考虑考虑啊！你是不是开自动释放啊？金矿不足，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我的战士和敌人开战。康安。问号，你还有办法放那个结尾？我无言了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那还有你要打你，这更无耻。不能那样啦！
你是不是按到 S 啊？不是，很容易按到啊，这很正常。对啊。你是不是陷入危机了？很忙啊！赤神兽穴盖不下去，真的很忙啊！不是啊，小白，你现在怎么没动？你有看到我在甩蟑螂吗？太扯了，这怎么甩的？我跟你讲，黄金一的脚不是开玩笑的，可以称为黄金双脚。你到底用脚打了几场？也没几场吧。大概跟你用双手打的星海场次差不多吧。我这样发现你大，我大拇指至少比你大 大一半。所以你的养分都长在。对，不是啊，因为我181啊，所以脚会很大、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真的、啊，有相关啊，有相关，脚的尺寸通常反映在身高、啊，真假的？真的，最近看国外那些雪怪大脚没有，他们都超过200公分。你说大脚还大屌？大脚不是大屌哦，抱歉，听错，大屌不分身高啊，好不好？干农民好少、啊。统筹好了，新的挑战者出现，进化完成。小白不要、啊。太老派了吧。我现在帮小白加油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帮双手加油呢？因为我也是一个脚步残疾者，所以我要帮双手加油。要不是我这先天性的劣势，我也想用脚去打电竞啊。你也是有个电竞梦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师傅很忙，没空啊。你看，早班现在全部飞起来就赢了。你知道敌人在攻击你，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。就是要讲这种作弊的事情啊。不能这样啊！这后手这么强。
很补血，哇天哪、啊，还补血，太邪恶了。你是要补到他把魔用完的，然后你要没魔就自动出来，搞死我！一样啦，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你有新的后尘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致敬鬼脚杯。哦 ，SDNEN， 感谢。你知道我很久没运动了，这按个几下就开始要抽筋的感觉。啊！划时代进步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种打法。你不用脚丸飞塔吗？我用脚丸寄生王虫，没有啦，我用脚丸那个很厉害的东西。你用脚丸感染虫是吧？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金矿不足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开富矿的时候到了，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手速啦！
基地遭到攻击。敌人在你的基地里宰杀你的工程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你知道敌人在攻击你的基地吗？高能瓦斯不足。你的部队遭受攻击，有点激烈啊，小白。二堂啊！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什么？你和敌人交战了，你知道敌人遭到攻击你的基地吗？不能那样啦！金矿不足，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干！我输了，GG。舒服，好猛啊！看来是有点实力了。你是看到我兵工厂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女妖吗？我完全不知道是你是女妖，不然你不可能女妖打伤我。你女妖打我打太多东西了。我要换短裤，等我一下。舒服舒服。我觉得应该抠个脑膜。我不晓得在不在。正在戴耳机，哎，说，怎么样啊？喂，老魔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是不是又带进化啦？老魔应该没有边打边教吧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不是。我是说脑膜有声音，但是脑膜没有边打边教啊。刚刚那个完全是我自己在打。我觉得小白太无耻了，他竟然还用女妖。
没有，那个他之前就学过的打法。我原本还在担心说惨了，我被你看到兵工厂，你是不是知道我要干嘛？原本还想说要兵工厂盖好之后要往后飞，忘记飞了。干，要不到开视讯，我就他妈连短裤都不穿跟你打。不是啊，这种天气你穿短裤。来，我一样，第二场是来交易啊。你们还要搅一波。看来这场，哦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我刚刚都没有看到我英勇的表现。有啊，我看到啊，只是我的那个 Skype。你要不要用你的虫族跟我人类打？接起来要重调音量。好了吧，我的虫族对 BB 的人类吗？不是啊，我说灰的虫族对我的人类。那你这样子，哦、那你这样子，跟我打灰的人用人类打灰是一样意思。那不然我用我的双手打你的脚，好吧 ，BB。屁耶！哎，我人类真的很烂，好不好？可以不可以讲这种干话？我人类也很烂啊！我白银他都不跟我打了。好了吗？你干嘛这样？我开始。我白银他都不跟我打了。自从上次多线空投拉抽筋之后，你竟然不跟一个黄金人类打？只是不跟一个白银人类打。哎、欸、，BB， 你觉得他们两个对战起来是五五坡呢，还是小白有明显优势呢？我觉得小白有明显的优势。真假有到明显优势那么夸张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小白明显优势？因为他用那些必须要操作的战术去打你，然后别人说你操作不过来。对。可是我的操作很烂呢、啊。没有，重点是除非灰他今天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。他才不让你赢，你知道吗？操你操作真的很烂，没错。可是他的脚更烂啊，他只能前后甩，他不能左右跑啊。你知道我跟灰都被双手给束缚住了吗？我们就是因为出生的时候拥有双手，我们现在才用脚打不赢。真的？为什么你的膝盖有没有这么的？我们就是被双手束缚住的男人。B B 祝福你的小孩子没有双手了。别这样。你们会鼓励他，不管他出来是什么样子，都是我们的小孩，了不起我不生。靠北。就是我们小孩这样，我要小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到时候我要去领养一个可爱的小女生。然后呢？因为她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就可以随便来吗？没有，我没那么邪恶，好吗？哦，说有血缘关系也可以的。搞呗，我只是给她一个美好的家庭而已。哦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金矿不足，看着小白跟灰打，我的手都痒了。我以为你是说你的脚都痒了，那哪有可能啊？我脚绝对不会打心海王。战士和敌人开战，你需要更多王城。你没有足够。Oh my god！ 快生产更多王城。哎、欸，妹妹，走开啊！你需要更多王城。麦娜。金矿。
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有新的后尘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你的虫族进化了，阿萨，不能那样啦！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是得王朝买过。啊，我想起来，我要改什么乐剑。哇，这单换会有点强啊！真的没想到小白单换一波到现在还记得，而且还不断的演化。你的采矿单位没有演化，不就跟之前一样吗？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需要更多精锐。原来是你变烂了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还有，以前小白的单位都是不会出坦克的，好吗？是我们上次特训讲坦克之后才出来的。你的采矿单位保存吗？你的部队遭受攻击。哇，小白真太扯啊！小白大概可以到白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带黄金差不多啦。黄金，他再努力一下，他就白金了。一下白金，有点难欸。不知道，我觉得白金很简单吧。你要叫小白去吸收这么多对应，对他来说讲说有点难。没有，他不用吸收一堆，他想办法干人就好。干，不是啊，差别在防守的方式不一样，好吗？对啊。而且手的防守方式不一样。你看我刚看到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下地刺啊，因为我要去对准。嗯、我刚刚也是啊，我刚刚也是第一次下去啊。不要再吹捧小白了、啊，这个来狙击，带白银差不多了。没有小白，这个绝对有白金啊。不可能白金，但应该有黄金，但不可能白金。黄金二的场所、欸，我真的除了跟你玩之外，我没有再打开星海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吧，我是超久没玩。小白，你是不是该平常练一练啊？大概白金而已。欸小白，你要不要跟我重组打打看啊？搞不好你可以干掉我重组欸。看来你天天玩 RO 打电动是有差的，你的手变灵活。真的？真的？我觉得小、啊……我跟你讲，关键是在于小师妹刚刚的加油啊，你知道吗？靠！哪里有小师妹？公会有几个小师妹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我要去抽根香烟，等我一下啊！来，等一下，我再调一下。所以你觉得小白？你打过我的力吗？打不赢吧？对啊 ，BB 都把他捧成这样，不太科学啊！你说小白打得赢你的虫族吗？对啊。BB 不讲话。我要想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脑膜虫族强不强。大概白金二、白金三吧。有在练的时候有块钻石，那小白应该没办法。现在只剩下黄金二啊！现在大师会能上去吗？
大师，大师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。你说跟以前差不多吗？啊、哦，没什么变。我觉得比以前好上一点吧，因为现在分数就明摆在那边了。以前你有时候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，还是没办法上去。有几分上大师？4600吧，还是？我看一下我现在几分。上大师哦，4800吧。4800。这么重要。所以我还要再爬个，我要再爬个500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 ，BB， 你最近有在练哦？没有啊，就昨天玩一下。哦，按错了。我昨天玩一下，我现在4300，然后还有400的奖励积分。哦，这么高，你分数比我高哎、欸。这4000奖励积分跟隐藏分没有关系啊？没有，啊、我奖励积分可以拿来用。好像是分开的，他的奖励点数他没有关系，他在奖励点数是用在你的那个你点进去的点数，然后对战积分是你的隐藏积分。哦，好啦，对，走吧。小白坏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进去啊。我咬你，等一下。我自己进来了。你自己进来的。小白坏吗？为什么都不加我好友啊 ，BB？ 啊？你刚刚都邀我了，怎么不加你好友？刚刚没好友啊，现在是新增好友。我刚刚从那个你是那个 Jack Liu 吗？对啊。哦，我不知道你。如果你写那个脑膜炎，我知道啊。小白好了吗？没办法改了。小白是没开麦啊。小白，你的麦挂了是不是？小白 是在做修点的事情。还是小白又在跟小师妹讲话？应该是哦，他现在在吸收小师妹的精华。我不知道他们来，我按到了。那我们暂停就好了。暂停就好了。要帮他暂停，他不知道回来没有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不是裁判可以按吗？啊，那完了。AFK， 他不知道回来没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开始啦！好吗？咕咕咕！好，开始哦。3、2、1。我回来了。想我吗？金矿不足。靠腰，我刚为按暂停，我是他手的位置抽筋是吧？不是，我脚的位置错的。所以打下了第一个预防针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Oh my god！ BB， 你觉得在机场会脚会抽筋啊？啊，我觉得。依照我刚刚的感受，他再打两场吧。打两场。我刚一场就快抽筋了，他应该可以撑三场。哦，他不止哦，他当初打了好几场、哦。那我们来，那我跟你讲，灰内其实不重要。我们来看看小白。哦呦，哦呦，这个萌，他做他怎么做的这件事情？我们来看看小白他的手什么时候会抽筋好了。哦、小白的手抽筋哦，可能包六九才会抽筋哦。依照他的手速来看，要抽筋有点难。没有、啊，他刚刚那一分钟他突然不见了，可能是做了一些可能会让手抽筋的事情啊。需要更多金矿、哦，不然依照小白的手速，带文书处理都有这个手速了。没错没错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哇、哦，小白这个不得了啊！我认真觉得。灰可以试着用脚打文件啊，一物阳光、啊、不是一物阳光没有脚，没有脚，他也没有脚，完了开了一个下地狱的玩笑，别这样，人家都无体不满足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嗯，没有他无体没有不满足啊，下地大满足、啊，不好说啊，看不到的公山小，没有是时事啊，是啊，虽然是三年前的时事啊。BB 当初一出来就在跟我聊这个，他特别爱这种话题。如果今天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聊过这个？如果今天事情刚发生一出来，我也会跟你聊这个话题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好像真的跟你聊过这个。对啊，啊，你不是都专门找这种话题聊？不是，我在想他奇怪，我好像真的会跟你讲过。
小白发现了他一家的男人要回来了。哦，灰虽然用脚打，但是他营运还是非常好的。需要重开才行，重你们有新的后尘啦。我记得之前有人画了一个，就是以武扬匡要怎么进攻的一张图。我看完那张图，我快笑死了。我好像看过。用当的。后尘好了，新的挑战者出现。咬个绳子用当。看。哦，这一波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严重的攻击。好，回白了。在没有毒爆虫巢的情况下，小白超亏，我还甩，我目前是你看敌人将近，该提高手速啦！你的虫族进化了，阿萨，那下会飙车的小白啊！基地受到攻击了，冷静。怎如果？如果开这些玩笑的人全部都下地狱的话，那地狱绝对是个有趣的地方。哇，小白，干，怎么会那边有那么多那个？刚刚跑出去的狗变的、啊。其实。小白什么变形鬼了？金矿，你需要更多王城，看看你的本事。哦，小白发现了某个强效的热剑，再度发挥它的功用了。嘿、hey, ，你卡人口了，多生点王城，拜托。孵化更多王城。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了。哦。快生产更多王虫。基地遭到攻击，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如果这时候我是小白，我会把外面排满满。我觉得小白会赢。你说外面啊，飞到外太空就好了、啊。也是哈、啊，不大会就可以慢慢去弄那个啊，弄飞塔、啊。小白的手速达到128，平均128。我这手速其实还蛮优秀的。你的部队遭受攻击。用来的，靠！不要小看他脚，是会甩蟑螂的男人啊！对啊，他都可以甩蟑螂了。哇，他现在的脚速是104啊！真假？我104，比刚一瞬间的操作达到104的150。我看一下每分钟有效操作，灰现在是。不要看那个关键的数字啊！哇，你脚速真的有。890哎，对啊，你玩虫族的速度比我用手还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是没天分啊，你是
不是，我玩重组手术才60哦。你用脚玩重组手术可以到80。是随便点都有手术脚手术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我就不知道怎么，我每次玩完我那个手术就只有60啊。太神奇了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，金矿耗尽了。几次飞出？你看他现在手速已经比我快了，那脚速已经比你快了。那脚速比我快，他脚速比我手还快。对啊，他可以刚已经到150了。其实，我干脆把我手剁掉算了。要不要考虑连脚都剁掉啊？你脚都剁掉，那用屌用屌丸子，用刀就解决方式。我屌速，那你这样就不叫300，你这样就不叫 big boss 了。说 big dick 吗？不好说，我叫 big dick。其实，如果非珠宝非要让脚让灰的脚抽筋，其实也是不错的体验。我还没看过人脚抽筋，那什么感觉啊？这我也无法回答你啊。我可以不要残留在这个话题吗？干，被抓包了！不要！不是小白，你好好打就不会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抓包你就按照原来套路打，他就打不赢你哦。金矿没了。齐了，怎么会有这种屁孩式的发言呢？我不觉得你在短时间内你可以挡住小白的短暂的套路，这个套路啊。进化完，嘿，你卡人口。是我一件事不解，就是为什么小白要去采瓦斯？他晕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用屌丸子有诀窍，你要用那个杠杆原理。对，你要用惯性，你要运用你的惯性跟杠杆原理，你要甩，你要甩键盘，所以你用屌丸，你要运用你的腰部是关键的。哇，小白爆炸！我输了，对方这里还行。啊，狙。金矿。我赢得这场胜利啊！我刚刚如果操作再好一点，是不是有机会打下来啊？废话。其实你太晚了啦，你要不断的 F2 连着，然后一波把它打下来。不，你兵斗蛮多的，你知道吗？都在后面发呆。嗯，对吧？你好几波可以把它打掉了，如果你 F2 的好的话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那么认真的讨论，叫小白怎么打赢对方的脚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不会啦，他做这件事情，可恶！哎，我再开。哎，我发现我这次脚没抽筋，但我膝盖痛了。所以重点一直都不是脚，重点是你的膝盖。你要不要我开啊？我觉得你开，我觉得你很痛苦吗？我觉得你多练一些深蹲啊，搞不好对你有帮助。练深蹲哦，对啊，你可以多练点深蹲啊。干，脚真老了，脚真老了，老了是长小了。好，好吗？够，开始啊！好，欸，BB，你有看到我给你的图吗？嗯，你给我什么图？哦，我没给他。哦，你还没给他哦？你直接给吧。什么图？我都删掉了。他说他晚上都是靠那个。需要更多金矿。真假？嗯。还不来看看？可以用吗？靠背啊！不是啊，自从没有女朋友后，我需要这些东西哦。那个东西，你就算有女朋友，你可能也需要。真假的？对，那非常厉害，非常有重要的东西啊！让我来分享给你。你需要更多王城。
这在近期这几个月，你可能非常需要的东西啊！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什么鬼？这就是你这几个月来的养分了。哇，天哪，真的！哇，看到这个精神都来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很多人要吃欸，你要贴干爹赖群。啊，我贴干、啊，我贴我干爹赖群。真的，这非常重要。我先把这张图抓下来。这堆石头。那个脑膜，你要贴干爹赖群啊。贴干爹。干爹才可以得到这样的金矿福利，好不好？当然。这太猛，这边太猛。就直接贴，没关系。这我一定去贴。反正里面都很多都成年人了，没问题的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还要把我的被注解给贴。你贴我的赖群这样。要把那个这张图还有注解啊。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好，注解。好。这个绝对存低，这个绝对存低潮。好，那注解可以拿着，不然是无法服用的。是不是该订阅啦？干，这真的是忙到很难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大脑已经满载了、欸、，CPU 满载了。你的部队遭受攻击，你已经变成平常的小白了，平常大船的小白了。哎、欸，辉，你有开我的吗？开你的什么？你现在开着我那个吗 ？RO。没有。哦，那我开了。你转身了吗？还没啊。接着转了吗？嗯，还没啊。我大概五十八吧，58等吧。那你暂时看，暂时。快生产更多石头。不是啊，你们不是说冲那个要等那个下个月，然后他会有那个？对啊，可是你可以平常现在就可以连冲了。我有在帮你，我有帮你换呢、啊。对，哦、我再帮你换一些比较划算的。然后那个，有些东西现在看不到，是因为还没出来。等你转了之后就出来了。白痴，我看到少女前线了。你转了会就会多了多两个，对你，哎，火影把它解开了吗？解开了吗？那个神杯，你把它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飞机杯把它拿到了就对了。嗯，飞机杯啊，拿到了哈、哦。R20吗？对啊，拿到了吧？你要贡献 R20点数啊？是那个 R20点数是怎么贡献？是？我要拿20用过才有点数，还是然后去外面打一些粘稠的议题，粘稠的建议的、哦。所以不是我用，是我要拿着20去外面收集粘稠的议题。对，认识。你要去找那个工会怪叔叔，他会要一些奇奇怪怪的粘稠的议题，有时候会叫你录点玻璃珠。可以找可爱的男孩子吗？没办法，是见大叔啊。有时候这些材料可以去跟戴墨镜的。那我去找兽人战士可不可以？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兽人战士可以对。对，还有兽人战士长。哦。年纪再大一点，你可以找到兽人女战士。哎、欸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是要打什么？你现在在哪边啊？封兵。妙乐尼啊。封兵。封兵啊。可你已经挂完了、哦，所以不打没关系。嗯。孵化更多。是不是该过去找你，然后在你面前丢个陨石术啊？那我要点一下，我现在有点数可以点吧？可以啊，可是你现在点了也没用啊，因为你要等到进阶二转才有陨石术的星牌可以点。哦，反正所以，我其实可以囤到进阶二转，再一次点上去。你现在可以先点，就是平常点开心的，然后到时候再把它退回来就好，它一比一退回来，然后换点游戏。你就现在可以点一些，比如说增加攻击力的啊，让你日常生活开心。反正我要有那个点数，就是我要去工会贡献嘛。对，要找怪叔叔贡献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哦，大概懂。对。
然后通常啊，我不会捐到超过三啊，除非加倍。啊，不然就是那些东西我多到被忘掉。比如说兽人战士的指甲，我现在快集满20个。金矿基地遭到攻击，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好，现在小白非常的紧张。靠背，战况非常。哎、欸，我60等哎、欸！哦，这么快？你、啊、看板有没有解、啊？看板还没啊。没有，我没有办法解看板。对，看板那个我自己解。你要赶快去跑看板了。对，我要去跑。对啊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高能瓦斯不够了。贡献脑膜也可以集多少点数？你会集到负的点数。GG， 我觉得我太晚打了、欸。对，然后你打的时候，哇！对啊，我觉得灰的应对也快了啦。嗯，开玩笑，我也是要热脚了吗？也是要热脚了，是不是？而且说真的，用脚打多了会退步。因为你的思维会变成用脚打的思维，你整个会退步超多。你们记得我上次用脚爬天梯爬到黄金一之后，我回去用手打，我一路掉了400分呢、欸。不是啊，太猛了！你回去用手打的时候，啊、因为那个思维完全不同啊。哎、欸、，BB， 你的 ID 到底叫什么 ？Big Boss，、啊、就 Big Boss 啊。哦，叫你来吧，小白，我要开第五场。嗯，你是不是没体力了？还行。红粉不夜城。我要接 comeback。为什么看到你的 big boss 是下线？人身上。然后是 level 三等是怎样？你看错人的啦。哦，是中文的 big boss 啊。对啊，中文的，中文的。看到英文的、啊，当初那个创的初心者不玩的喽。英文都没有啊！我当初初心者就是这啊，我没有创过英文的 Big Boss 哦。用脚玩星海大师我没试过哎、欸欸，你可以试试看哎、欸。最好是过了，你要用脚他妈甩，你要甩十支枪兵给我看。我是觉得不太可能、啊。好，开始哦。嗯。BB 要进来吗？没有啊，开始了。好，我要。有了，我加你了。加入 Big Boss 的好友。我真的觉得右脚放的位置很重要。你必须要把那个滑鼠像你用手掌把它包起来一样，不然的话你根本没办法操作你的滑鼠。好神奇哦！这叫做久必成良医。最后一场好像2-2。究竟我们的第二届小白 VS 辉哥的脚，到底谁会赢呢？上一次是谁赢呢？忘记了。上次有好像有争议啊。上次有一场有争议。你们玩这个还能有争议哦？因为脑波也就像现在一样，会一直讲战局啊。哪有？我这次都会跟 Big Boss 聊 R 20好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都在跟 BB 聊 R 20，你不要乱讲话。不要跟你聊 R 20啊，变态！ Oh、my God， 太让我难过了。我再也不把下一届的盘那个没有没有，这我没有在讲灰啊，在讲灰。哦、oh, okay. ，跟老魔聊 R 20很快乐、啊。OK， 很好。哎、欸、，BB， 你打猎奇打裂缝了吗？啊，我现在我还没打、欸，还没搞清状况的，刚没打。哎、欸、，BB， 你要不要跳回去基地啊？哥，他没办法那个啊，他没办法打 Boss。
他只能打裂缝。对啊，我要打裂缝啊，我要带我的小号打裂缝啊，你要不要？对，我要跳回 TD 就对了。你八十打的，我要怎么跳啊？你没有足够去伊斯德鲁岛的上面。伊斯鲁德啦，都可以的。哦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 R 的地名是不能记错的，好吗？就像你叫脑威，人家说你是脑魔一，脑魔火。哎、欸，那个上次看那个脑魔火好像玩的还不错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我脑魔吸烟这么多，脑魔铁，灵脑魔木，我都想创一个灵脑木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所以 BB 你想打什么啊？我帮你打沙利好了，帮你打个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孟罗克的卡普拉在哪？孟罗克卡普拉在正中间那个盘子。的那个楼梯的下方 ，OK， 好，我先去帮你接沙烈啊，真的是，修，我要怎么逆人啊？我会阻你，我会阻你，你先给我跳回去基地，不然我阻不到你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我知道你需要大量自动化的东西。刚有人问我要不要去西趴，他还有皮条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逆他。西趴西懒趴，你皮腰子已经没了、哦。没有，他说他有，然后他有，你没你，那你是吸他的宝，不是吸他的趴。哦，所以我是吸他的宝宝，对，不是吸他的蛋吧 ？OK， 我吸、哦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不要吸他的宝，可以吸他的宝啊，免费吸、欸。不是啊，我找不到卡普拉。提高手速啦！真的很烂。不是，这孟罗克跟以前长得不一样哦。中间不是有看板，然后看板往右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在跟 BB 找寻卡普拉姐姐的过程中，你要做什么 ？Oh my god！ 那我找到，然后去哪？北方吗？你有新的后方吗？让我看看你的岛的最北边。这边不是剑士公会吗？不，再也不是剑士公会了。那边已经出现了更巨大的 R 四，跟他讲话，穿透世界频道。敢不要一直 R 二十啊？数值放哪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这个太好了、啊，好吧？你就看到一个很大量的 TD 是吧？就回公会频道就好了。嗯、欸，好，回来了。终于回来了，看一下，好友很多啊，搜寻一下。那我加你是？你的采矿单位？哎，你直接对我申请入队就好了。对啊，好友最少的 ，OK 了。那个研磨脑啊 ，OK。那我要怎么离开组队啊？队伍跌下去有个离开队伍。这跟以前的 R 完全不一样，那我觉得是不同游戏。我知道你想打 PO 啊。我知道你想打指令，對我当初进来组队第一件事，我也是想打指令啊。没错，话题有没有？对，果然是老玩家。来了，我进来了。好，我有点一箭穿心。敌人交战了，不是啊，小白这个，小白下手越来越重哎、欸。来，一箭上车。我在看自由之翼吗？但我在自由之翼才看得到震撼弹。会吗？其实现在震撼弹也蛮常出的、啊。是吗？我都没感觉啊，我们以前感觉明显了。以前的确是感觉比较明显一点。哈哈哈！不能那样啦！哇！那我就跟着就好了嘛。你就挂了就好了。哦。那我也不打、啊，不用啊，你不用打。
你可以看着陨石树啊。哎，陨石树，我对陨石树实在没爱啊。那就不是你的童年嘛，对吧？对啊，陨石树不是我的童年，我的童年是暴风雪。哇，暴风雪也是可以啦，都一起啦，但是是苗勇啊。金矿没了。我以前可是十等暴风雪只要差0.5秒。冰雪法就对了。对对，冰雷法。我们冰雪法是他小冰雷法。你没有讲冰雪法 Elsa， 我要唱 Lady Go 是。我觉得会下手很重。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了。看来是。哇，这个脚还能这样打？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严重的攻击。你的部队遭受攻击，太狂！不是，这狗没有狗速哎，快快好了！进化完成，不小心忘记了。一开始不要这样打，可以感觉出来。但胖胖怎么那么烂呐、啊？胖胖很强哦，你们拿胖胖打狗蛋很烂。你可以出点机枪兵，然后窝混啊，比例不太对啊。但他因为我发现他每次一开始都是蟑螂太多，我觉得小白打灰。我觉得小白打会完全没机会了。靠呗！你刚刚妈一开始说我完全没机会，干到沙桥。上述达人真机灵啊！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你要学会见风转舵、啊。真的，随时要转弯啦。风往哪吹，要往哪倒。就往哪倒真的，风往哪吹，草枝就往哪摆着。没错，风吹草枝摆。一下朝东摆，一下朝西摆。其实，对沙利来说，我用怒雷枪击，我也是可以秒杀这群怪物啊。那属性不对啊？不用啊，我靠伤害虐杀。这沙利是可以连崩裂术都可以秒杀的地方。我那天在乙洞放个火箭术，看到我打一万火箭术打一个11000，我就觉得傻眼。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不是、啊、有克数，有克数。可以前克数没那么多的，以前没有那么夸张，伤害不会，我才57等的，怎么可能打1万多？哦，这手游的伤害很高啊，你如果有插卡片的话，效果会更多啊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金矿不足，后城好了。像我以前我那时候超魔导最强的时候，我暴风雪打下来才8000。可是你在这之后，大家都破万了，是吧、啊？对啊，那之后改太多了，就是紧接二转出来了 level 到70的时候吧。我因为现在伤害真的好，他这个手游版的伤害很扯。然后手游版伤害的确是有强化过。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判断那个我到底，我怎么快死了？为什么你死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死了，明明在打怪，不要复活。我会复活你啊，弱哎、欸！把自动战斗取消。金矿不足，我要彻底当个米虫。哎呦，就当米虫就好了哦。其实没有，本来就没有人期待你。敢为你，我要挂自己说我，你自己说我上那个暴风雪多潮。你还是不要唱好了。你知道上次你不是离开吗？嗯。然后我那一层就过了。可以了，闭嘴。我换了我的另外一只小号进来就过了。闭嘴。不是电，我当初玩电脑版的时候，那个暴风雪，那个我不知道人的血量是多少，反正我那个时候暴风雪放下去2下边就死了。不要想一件事情，他手游版伤害，
他手游版把卡把那个武器啊装备的洞全部锁起来，所以他伤害再不提高的话，那怎么玩啊？也是啊。对啊，就看到玩家打王打不痛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高能瓦斯不足。哎，六十等不是可以转职吗？六十不能转，按几等才能转？看你 job 满了没有，满四十了没有？哦，原来是 job， 原来是 job。确定你是老玩家吗？这都忘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手游版是怎样啊。那手游是 job 啊。哦，那是 job。不够了。那 job 不知道打到五十吗？会比较好。没有，他只有四十而已。所以不用想那么多。偷矿还想绕跑？嗯，小白那边做贼心虚哦。哇，灰这个已经到白金的实力了。嘿，你卡人口了，多生点王虫，拜托。哎，算一下，等一下看一下剩几次啊？什么东西？你等一下看一下，你结束之后剩几次？哦，没有，我当最早在玩的时候，那骑士还可以单吃巴蒙特。太久之前了吧？那时候打巴蒙特，你知道怎么打吗？反击，叮叮，要把巴蒙特反到死。之后还被改掉，不是吗？后来没有，后来王会放技能就没办法。后来王变超强。画面太可怕了，干也太多了吧，靠！就这样默默被回去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警告机，好了，狙了，狙狙。大家以前反击是反的一定爆，所以一直反击骑在那边打怪，你们就看那个打一个怪练功，一直听到那边叮。哎、欸，明明你一开，我有猜到你一开始一定是一大堆蟑螂，然后我用胖胖，为什么还是打不赢、啊？你不觉得这样图很远吗？你如果是也在、啊、超远，也在我家有机会打死，但是也要操作。我不知道这张图那么远啊。没有、啊，你从家里来的就本来就打不死啊。嗯，而且你没有科技，他有科技、啊、不管是哪张图，除非真的超近，不然你从你家过来不可能打得赢。嗯，因为他只要我甚至我只要全部出狗就好了。而且还用脚，你知道吗？他后面那个没速度的狗都把你咬死了，真的。OK，、哦、我膝盖好痛啊！就脚没有抽筋，但我膝盖好痛。姿势不对吧？妈，冬天到了好吗？冬天到了，痛风日。人老了，我们。新生活运动第二天，如果我配医疗艇呢？配医疗艇不是啊，你要配打医疗艇那个 timing 超晚的。对啊，你配医疗艇那一波打过来来不及啊。但是正常打法都有配医疗艇啊，就是你不会是像刚那样子一波啊，你要单控一波的，那你可以去学习亚洲浪人的打法。还有单矿两船兵。好，那所以你觉得我刚刚打的最正确的是什么？你说哪几场比较好的？对，我觉得你的第二场是自由之翼打法。你的第二场那个打法在自由之翼是行得通的。嗯，对。欸、然后你的第一场，第一场也，我觉得你的第一场跟第二场比较有威力。歼灭过了，就是为什么？但是你的第一场在天梯不行，因为杀很多虫族队出一堆后虫，忘记放技能，对吧、啊？但是你第二场那样打，确实是有可能打死的。OK， 然后我第二场就很痛，我根本没兵，来之后我才干来了，然后没兵。嗯，我去把 BB 服。没办法，我会的套路太少了，真的。
好，偷袭喵，拜拜。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。你要休息是不是？我要强迫自己这次多睡觉。难得 PP 来、欸，你不应该跟他打个团战吗？不行，不跟我打个团战吗？对啊。菜鸡，明天再说。我要睡觉了。明天我要转播。你要转播什么？那个 PUBG 啊。哦，我明天要那个、啊，我们要去参加那个 HQ 的那个麻将什么什么什么。不知道叫什么活动，回来打一下心态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会帮你复活啊，你就躺着就好了。你站着。什么时候带我吃鸡呀、啊？啊？什么时候带我吃鸡呀、啊？看你都不找我。哎呀，你的时段我好像偏早啊。然后晚上我到十二点前我都还醒着、啊。为什么一直倒啊？好啦，有遇到的时候再。你应该都还是在用那个什么？对啊，我在用那个 TS3 嘛 ，TS3 嘛，对吧？我有印象 ，TS3 OK。明天我跟聂宝在那个艾菲卡转播，我看我能不能这一季能不能爬到大师？大师，你是说星海吗？对啊，哦，应该可以了。有在玩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我怎么办？我觉得我没办法再进步了。可以、啊，我觉得你这样就不错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每次都是先胜后衰，打一打就没招啦。没有，不是你先胜后衰，是因为会开始习惯你的打法了。就是没招啦，我没有其他招啦。对啊。没有，是因为我习惯的套路了，因为你都不开二矿。所以我公民就少补一轮，不止哦，我少补两轮。那根本不用补啊。有啦，我还是要补啦。我第二场就是因为补太多了，我补到两矿快满了。不然的话，我第二场，我如果少两轮的卵，我做出兵，你 A 过来还是有可能被挡住。我那一场是出树狗，我一大堆狗 A 上去，你不一定打得赢，除非你会卡那个斜坡。嗯。嗯哦，有机会再跟脑膜无聊的时候再来教他教我一些新东西，就叫脑膜用脚给你打、啊，看他会打到得脑膜炎。我觉得会啊，他可能会得筋膜炎啊。我的主体筋膜炎，脑膜会不会跟我打一打暴气，直接用脚重踩键盘，把键盘打爆？会爆，我觉得我键盘会爆掉，一生气。直接踩下去，跑了！这什么烂键盘呐？操！不觉得我的脚很溜吗？真的，真的很溜、啊。我没看过这么灵活的脚，好像把砍下来用脚，用脚打团战啊！用脚打团战，那你觉得有可能会赢吗？我就不跟他一起玩。我觉得不太会赢啊！你大概会等，你再等下个小白吧。